没关系。仰卧式全身拉筋操步骤：仰躺，双臂往头部上方伸直，脚趾朝天，然后尽可能拉直全身，脚趾朝天。哎，你现在，哎，对，是这个意思，脚趾朝天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前锯肌、背阔肌、次要肌群、大圆肌。动作诀窍：一，把注意力放在延展的双脚上；二，脚跟要往前推，而不是用脚趾来推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背部肌肉拉伤、背部韧带扭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对篮球、篮网球、游泳、排球。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编号034。好，84页034，手臂上拉的背部拉筋操，这个步骤要踩站姿，所以要麻烦你站起来。好，踩站步骤：踩站姿，双臂往头上方伸直并交叉，尽量往上延伸。啊，手是叠着交叉。啊，不是这样，是刚刚那对。啊，上面不重叠，上面。这么说。不好意思。这样的意思，哎，对。对啊，这样。手腕交叉，但是像手指头交叉。对。好。啊，你比我高很多呢。来，继续练。步骤：踩站姿，双臂往头上方伸直并交叉，尽量往上延伸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、背阔肌、次要肌群、大圆肌。动作诀窍：头往前倾，手臂挺直往上延伸时才不会碰到头。你手有没有碰到头？哎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颈部肌肉拉伤，颈部髋边样损伤，啊，颈椎屈曲斜线伸展损伤、刮弧、颈椎神经牵拉症、急性斜颈、上背部肌肉拉伤、上背部韧带扭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游泳、排球。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33，033就是刚刚躺的全身拉筋。啊，这是84页，85页。035，坐姿式俯身拉筋操，不好意思，要坐下来，两只脚往前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坐在地板上。他表演的动作是坐在地板上。对，坐在地板上，然后。啊，步骤：踩坐姿，啊，双脚并拢或打开45度，脚趾朝天。脚趾朝天，你现在是对，脚趾朝天。双臂垂放在身体两侧或放在大腿上，放松背部和颈部，让头部和胸部往前垂下。哎，这个叫坐姿式俯身拉筋操。动作诀窍：因为每个人身体的紧绷部位不同，做这个拉筋操时，拉伸感最明显的部分也会随着不同。有些人会觉得颈部和上背部的伸展强度最强，有些人则会觉得是在下背部和后腿肌肉。
想知道自己身体哪个部位的柔软度有待加强，这个拉筋操是很好的一个指标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还没念完呢。啊，20秒啦。哦，已经20秒。颈部肌肉拉伤，颈部灰边样损伤，刮胡颈椎曲斜线伸展损伤，刮胡颈椎神经牵拉症，急性斜颈，背部肌肉拉伤，背部韧带扭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板球、棒球、垒球、美式足球、橄榄球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网球、羽毛球、壁球、划船、双人刮胡、单人刮胡、独木舟运动、游泳。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编号032。032是什么？是延展上背部的拉筋操。好，这是85页。下一个036，坐姿式侧向拉筋操。这是86页哈。步骤：踩坐姿一脚刮弧，图示为右脚刮弧，往侧边伸直，脚趾朝天，朝天，另一脚左脚顶住右脚的膝盖处，头部前倾，然后双手朝向右脚的脚趾外侧尽量的延伸，右脚这一脚啊，那我看是那它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一脚，右脚。对啊，右脚啊。对啊，那双手要朝右脚的脚趾啊。对啊。对啊，对对对。再念一次好了，踩坐姿一脚，图示为右脚，往侧边伸直，脚趾朝天，另一脚是左脚，顶住右脚的膝盖处，头部前倾，然后双手朝向右脚的脚趾外侧尽量的延伸。对，就这个意思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胸半棘肌、胸棘肌、胸最长肌、胸我又忘了那是怎么念，一个骨头一个克，胸卡勒肌、胸卡勒肌、腰卡勒肌、横突肩肌、旋转肌、多裂肌，次要肌群腹斜肌、半膜肌、半腱肌、股二头肌。动作诀窍，要是手碰不到脚趾也没有关系，只要把双手往脚趾外侧的方向尽量伸展即可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呢？颈部肌肉拉伤，颈部灰边样损伤，刮胡颈椎曲斜线伸展损伤，刮胡颈椎神经牵拉症，急性斜颈，上背部肌肉拉伤，上背部韧带扭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板球、棒球、垒球、拳击、美式足球、橄榄球、自行车、高尔夫球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网球、羽毛球、壁球、划船、双人刮胡、单人刮胡、独木舟运动、游泳、赛跑、健走、竞走。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编号049，第87页，编号037，抬左膝至胸部的站姿拉筋操。双手抱单膝至胸部，你这样不是我平常敢这样子步。好，那怎么办？稍微顶一下，因为你们看得到可以做平衡。是。OK， 大概是这样。上身要挺起来。你上身有点往前倾。上身要挺起来。好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臀大肌，次要肌群是
肩亢乐肌，动作诀窍，做这个拉筋操时身体要保持良好的平衡。二，若是做不到，可以背靠着某个稳固的东西上，防止摔倒。看一个背可以靠着，对对对，这样子，对对对对，你上身就可以拉直了。对啊，不过我看到你的脚有点那个有点歪，它是这样练到哪里啊？有注意哪些肌肉问题？下背部肌肉拉伤，下背部韧带扭伤，腿后肌拉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田径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健行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38。好，下一页，88页，038，抬左膝至胸部的仰躺式拉筋操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坐在地板上，仰躺。步骤：仰躺，一脚平放在地板上，再将另一脚的膝盖抱至胸前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臀大肌，次要肌群是腰亢肋肌。动作诀窍：背部、头部及颈部要放松，平接地面，头部要抬离地面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下背部肌肉拉伤，下背部韧带扭伤，腿后肌拉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田径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编号039。好，下一页89页，编号039，抬双膝至胸部的仰躺式拉筋操。步骤：仰躺，双手把双膝抱至胸前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，臀大肌，次要肌群，腰亢肋肌、胸棘肌、胸最长肌。动作诀窍：一、背部、头部和颈部要放松，要放松的平贴在地面。二、头部要抬离地面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下背部肌肉拉伤，下背部韧带扭伤，腿后肌拉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田径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37。下一页，90页，编号040，延伸背部的跪姿拉筋操。步骤：跪地往前趴着，双手往前伸出，头部往前倾，同时对不起那个两只脚臀部要坐在那个腿上，要坐在脚跟上，臀部要坐在脚跟上，坐不下去 OK， 好，没关系。那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背阔肌，次要肌群是大圆肌、前锯肌。动作诀窍：做这个拉筋操时，用手指来带动手臂往前伸展，臀部不要抬起来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下背部肌肉拉伤，下背部韧带扭伤，
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，啊，游泳、排球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编号033。要不要摸一下我？好。你看我的臀部。知道。就是在脚上。啊。要往前伸。啊，有。我的臀部是在我。有。是在我的。我知道。腿上面。我都靠不到啊。继续努力哈。嗯。041，拱背式，跪姿拉筋操。背姿步骤：踩四只着地的跪姿。抬起头部，让背部往下塌。两只手要，对，那个，肘部要抬起来，仰视这样。对，我再练一次步骤：踩四只着地的跪姿，抬起头来，让背部往下塌，然后低垂的头，拱起背。对，拉到的肌群，塌背的时候，刮弧塌背刮弧，主要肌群是臀大肌，次要肌群是腹横肌、腹直肌。拱背的时候，主要肌群是颈半棘肌、胸半棘肌、颈棘肌、胸棘肌、颈最长肌、胸最长肌、颈夹肌、颈。髂肋肌、胸髂肋肌，次要肌群是棘突肩肌、旋转肌。动作诀窍：做这个拉筋操，动作要缓慢谨慎，并让重心平均落在双膝和双手上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颈部肌肉拉伤、颈部挥鞭样损伤刮弧、颈椎屈曲、斜线伸展扭伤。刮弧，颈椎神经牵拉症，急性斜颈，背部肌肉拉伤，背部韧带扭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板球、棒球、垒球、自行车、高尔夫球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网球、羽毛球、壁球、滑球、双人刮弧、单人刮弧、独木舟运动、游泳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健走、竞走，可以配合其他的拉筋操是编号031跟035。好，第92页，编号042，软背式，跪姿拉筋操步骤：踩四只着地跪姿。抬起一只手臂，然后旋转肩部和中背部，同时眼睛向上看。不好意思，它是往上。对，眼睛要往上看。好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，胸半棘肌、胸棘肌、胸最长肌、胸髂肋肌、腰髂肋肌、多裂肌、旋转肌。横突肩肌、棘突肩肌、次要肌群、腹外斜肌、腹内斜肌、胸大肌。动作诀窍：手臂要往上伸直，眼睛要追随抬起的手，这样做有助于将这个拉筋动作延伸到颈部的肌肉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背部肌肉拉伤、背部韧带扭伤、腹斜肌拉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射箭、篮球、篮网球、板球、棒球、垒球、拳击、自行车、高尔夫球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网球、羽毛球、壁球、划船、双人刮弧、单人刮弧、独木舟运动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游泳、田赛项目、竞走、健走、摔跤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编号043。下一页，93页，编号043，转背式站姿拉筋操。
好。步骤：站，踩站姿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双手抱胸，背部和肩膀保持平直，慢慢把肩膀转向侧边。绕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：胸半棘肌、胸棘肌、胸最长肌、胸卡勒肌、腰卡勒肌、多裂肌、旋转肌、横突肩肌、棘突肩肌；次要肌群：腰方肌、腹外斜肌、腹内斜肌。动作诀窍：用手帮助转动上半身，可让这个拉筋操做得更深入。这样子吗？对，你头要跟着那个身体过去。好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背部肌肉拉伤、背部韧带扭伤、腹斜肌拉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射箭、篮球、篮网球、板球、棒球、垒球、拳击、美式足球、橄榄球、自行车、高尔夫球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拍轮、武术、网球、羽毛球、壁球、划船、双人刮胡、单人刮胡、独木舟运动、划水、冲浪、游泳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足球、滑雪、田径项目、健走、竞走、摔跤。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编号045。好，现在94页044啊，编号044，手臂上拉的站姿转背拉筋操。踩步骤：踩站姿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双臂抬到头部上方，背部和肩膀要挺直，不能弯，慢慢把肩膀转向侧边。不是，肩膀转就好，身体不转。对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：胸半棘肌、胸棘肌、胸最长肌、胸卡勒肌、腰卡勒肌、多裂肌、旋转肌、横突肩肌、棘突肩肌；次要肌群：腰方肌、腹外斜肌、腹内斜肌。动作诀窍：上半身可以略为后倾，以加强练习锻炼腹斜肌。下背疼痛的人不宜做这个拉筋动作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背部肌肉拉伤、背部韧带扭伤、腹斜肌拉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射箭、篮球、篮网球、板球、棒球、垒球、拳击、美式足球、橄榄球、自行车、高尔夫球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网球、羽毛球、壁球、划船、双人刮胡、单人刮胡、独木舟运动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游泳、田赛项目、健走、竞走、摔跤。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编号042。下一页，95页，编号045，仰躺式跨腿拉筋操。步骤：仰躺，双臂打开平放在身体两侧，一腿跨向另一腿，让背部和髋骨随着移动的腿旋转。那个脚要伸直，对，另外跨过去的脚伸直放在地上，对，伸直放在地上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：胸半棘肌、胸棘肌、胸最长肌、胸卡勒肌、腰卡勒肌、多裂肌、旋转肌、横突肩肌、棘突肩肌；次要肌群：臀大肌、臀中肌、臀小肌、阔筋膜张肌。动作诀窍：做这个拉筋操时，双肩要平贴地面，不能抬起，不要用力将腿甩到对侧，而是要靠腿的重量来引导身体的伸展。我看到他的脚是放在地上的。知道，他要用重量慢慢拉下去。对对对。
拉筋。嗯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下背部肌肉拉伤、下背部韧带扭伤、髂胫束症候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、摔跤，可以配合练习其他拉筋操，是编号046。啊，下一页，96页，编号046，仰躺式转膝拉筋操。步骤：仰躺，双膝并拢并略为抬离水，地面，双臂打开平放在身体两侧，接着让背部和髋部，随着移动的膝盖旋转，拉到了，哎，不是，他那个脚要躺下去，不是，你刚刚那个动作没说，对，这样。知道了。哎，那然后你随着它旋转就这样。好。啊，我再念一次。仰躺，双膝并拢，并略为抬离地面。你有没有略为抬离地面呢？哎。双膝已经都抬离地面了。我觉得它是这样。不是，我记得应该不是这样。这样，那我不知道。其实不应该不用弹那么高，只要弹离地面就好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：胸半棘肌、胸棘肌、胸最长肌、胸髂肋肌、腰髂肋肌、多裂肌、旋转肌、横突肩肌、棘突肩肌、次要肌群。臀大肌、臀中肌、臀小肌。动作诀窍：做这个拉筋操时，双肩要平接地面，不要抬起，不要用力将腿甩到对侧，而是要靠腿的重量来引导身体伸展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下背部肌肉拉伤、下背部韧带扭伤、髂胫束症候群。髂胫束症候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、摔跤。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43，下一页第97页，编号047，坐姿抬膝转身拉筋操，坐在地板上。步骤：踩坐姿，一脚图示为左脚平放，另一脚右脚跨过左脚的膝盖，然后左手臂拱起的膝盖。帮助旋转肩和背部。另外一只手要放在地板上，往后。没有那么厚，就是在旁边就好。然后身体往后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，我先把动作诀窍先念完好了。全程中，跨步，你那个脚，对，跨步一直要朝向正前方。你没有朝向正前方，它是这一块。你这个，对，这样才是正前方。把注意力放在旋转下背部的动作，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：臀大肌、臀中肌、臀小肌、阔筋膜张肌；次要肌群：胸半棘肌、胸棘肌、胸最长肌、胸髂肋肌。腰髂肋肌、多裂肌、旋转肌、横突肩肌、棘突肩肌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下背部肌肉拉伤、下背部韧带扭伤、腹斜肌拉伤、
踏勒束症候群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健走、竞走、摔跤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45，下一页，98页，编号048，伸手触裸的背，跪姿拉筋操，步骤踩四只着地跪姿，然后一手伸向脚裸方向，背部要保持与地面平行，对，就这样。动作诀窍一，全程中大腿要与地面保持垂直，背部要平直并与地面平行。二，身体重心要平均落在双膝和双手上。拉倒的肌群，主要肌群，腰方肌、腹外斜肌、腹内斜肌，次要肌群，腰靠肋肌、横突肩肌、旋转肌、多裂肌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下背部肌肉拉伤、下背部韧带扭伤、腹斜肌拉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板球、棒球、垒球、拳击、美式足球、橄榄球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武术、划船、双人刮胡、单人刮胡、独木舟运动、冲浪、摔跤，可以配合练习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50。下一页。那个头要不要抬还是平？还是 头看头，头往后看。哇，不是，它是侧面啊，这样。这边。对对对。然后这只手是放在脚踝。是往后碰到脚跟。脚跟。哎。好。好，下一页99页，编号049，站姿势。侧边拉筋操，步骤踩站姿，好，步骤踩站姿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身体要站直，没坏，没坏，没坏。不是，我是把我的那个东西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坏，没坏，还好。好。步骤踩站姿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身体要站直，然后慢慢将上半身弯向左边或右边，手要贴紧贴在腿上，随着侧弯动作往下滑动，但注意身体不要前倾。动作诀窍：上半身不要前倾或后仰，把注意力放在保持上半身的平直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，腰方肌、腹外斜肌、腹内斜肌，次要肌群是腰靠肋肌、横突肩肌、旋转肌、多裂肌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下背部肌肉拉伤、下背部韧带扭伤、腹斜肌拉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板球、棒球、垒球、拳击、美式足球、橄榄球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武术、划船、双人刮胡、单人刮胡、独木舟运动、冲浪、摔跤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50。下一页100页，050，哦，最后一个了。坐姿势侧边拉筋操，现在要坐在椅子上，不好意思，这次是坐在椅子上了。对，啊，你不，请你坐在最边边，啊，因为手要再坐过去一点哦，靠边。对，啊，坐在椅子上，双脚平放在地上，目视前方，
上半身坐直，慢慢的把上半身弯向左边或右边，同时向将手伸向地面，身体不要前倾。拉到的动作诀窍，做这个拉筋操时，上半身不要前倾或后仰，并把注意力放在保持上半身的平直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腰方肌、腹外斜肌、腹内斜肌，次要肌群是腰靠肋肌、横突肩肌、旋转肌、多裂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下背部肌肉拉伤、下背部韧带扭伤、腹斜肌拉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板球、棒球、垒球、拳击、美式足球、橄榄球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武术、划船、双人刮胡、单人刮胡、独木舟运动、冲浪、摔跤。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36。OK， 第九章结束。好了，36分钟。